去啊！喂，好歹我们也是同门，你怎么对我这么苛刻？哎，我也不想啊，但是我奉师傅和你爹的命，不能让你出去啊！我也没办法，不好意思喽。喂，哎呀，我这小祖宗！我说，你别这一天老哭丧着个脸呢。哎，消一消。嗯，不行。 天气太热了，我看不进去，我好烦啊！哎呀，怎么了？哎呦，我的宝贝哪吒哎！哎呀，怎么了？是不是好心烦呢？嗯，嘿嘿，你看你是不是我？来，喝点甜汤啊！快，看什么看？你去！ 师父吩咐过，不能让哪吒出去。你这个臭武将，老是拿师父来压我，师父说的又怎么样？啊？哎，就是嘛。走。哎呀，师母，如果让师父知道你带他出去玩，回来非得骂死我不可。 要是被我相公知道我带着哪吒出去玩，我一定会被骂死的。武吉，干嘛？武吉呀！ 来，这碗甜汤你拿去喝，你呀跟我们出去玩，好不好啊？好，啊，我陪你们出去玩。啊，当然了，师母，嗯，带你去海边玩，你还不高兴吗？<笑>你带我去海边玩，师母，你是不是就想找个垫背的呀？你知道就好，还啰嗦什么？还不快走！ 哪吒，我们去海边玩啊！嗯，走走走，不行，师母，一起加油！等一下我！快起来，快起来！ 龙三太子，龙三太子，仙儿这次不幸被人打伤，我带他来这儿见你，就是希望你能够替他疗伤。什么？仙儿被人打伤了？是谁？谁这么不懂得怜香惜玉啊？说，谁？就是那姜子牙。姜子牙？ 没听说过。不过他居然有这么大的功力，把你给打伤。是啊，龙三太子，我们今天来，一来是听闻你龙三太子的威名，想来看看你；二来是想让你帮我养伤。这三来嘛，三来就是想让本太子为你报仇，是不是？龙三太子，你太聪明了。那，你愿意帮仙儿吗？
帮，当然要帮了。只不过，我帮你是可以，可是我不能白费力气，对不对？如果你想让我帮你的话，你就要永远待在龙宫里，服侍本太子。嗯，这样。怎么回事？夜莎，快去看看谁在捣乱。是。丙龙三太子是一个妇人，在海边洗一个小孩的肚兜。洗肚兜？洗个肚兜能掀起多大的浪啊？怎么整个龙宫都跟着摇晃呢？那个肚兜是不是红色的？没错。那个小孩是不是叫哪吒？你怎么知道？果然是混天绫。混天绫？混天绫不是乾元山金光洞的宝物吗？怎么会落入凡间呢？三太子，那些伤我的人当中就有那个小孩，你刚刚不是答应我说要替我报仇的吗？你现在就派人把那个小孩抓回来啊。可如果混天绫在这个孩子的手里的话，他就有可能和太乙真人有什么关系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恐怕……哼，原来太子刚刚说的话都只是玩笑话而已。既然如此，那我待在这里有什么用呢？水晶，我们走。别走啊！我派人把他们抓回来就是了。你们上去，把海边的吉林给我抓回来。就怪他为什么拿块红布在海水里洗。谁呀？是不是你？我？对呀，我是洗了我们家哪吒的肚兜。怎么了？那不至于洗了肚兜还把我们给抓起来吧？是啊，洗肚兜。你知不知道你洗个肚兜啊，弄得我们龙宫啊都剧烈晃动啊。啊，你们龙宫剧烈晃动跟我们洗肚兜有什么关系啊？对啊，跟我们洗肚兜有什么关系啊？你那个肚兜啊乃是神物，你这样在大海里面洗，弄得整个大海都在翻滚，弄得我们龙宫天翻地覆的。
是不是真的啊，宝贝哪吒？啊，好像是真的。哎呦，你呀，为什么不早跟我说嘞？这孩子，各位一圈大哥，哎呀，一圈大哥，哎呦，我们啊，哎呦，我们真的不知道这土豆有这么厉害耶。不知者无罪哦，我们真的都不知道这土豆这么厉害，能不能网开一面呢？我呢？不对，网开两面呢？什么？那我呢？能不能网开三面呢？住口！三面，我们是龙王三太子派来的，一定要把你带走。对，一定要带你们走。不会吧？那我们去深海龙宫？我们可是人。不去不行，把他给我带走。你们再不住手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一个小毛孩敢口出狂言，你这个小屁孩真是不知道我们夜叉大哥的厉害啊。你们竟敢瞧不起我。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臭小子，真是不知道我的厉害。你这个臭小子真是活得不耐烦了。我倒要看看你们还有多大的本事！哎，慢着！哼，哪吒，杀鸡焉用宰猪刀？瞧我的！我的胳膊快断了，他们人太多，我打不过呀。臭小子，有种你就别跑，在这给我等着，走。等着就等着，有什么了不起？哎呀，打得好，宝贝哪吒，打得真好。亏了你！这次算你们跑得快，算你们识点相。要是我五级出手，你们挨个都得完蛋。瞧你这点出息！哪吒，真厉害，这次多亏有你了。哎呦，我们家宝贝哪吒！师母。只是刚才为了救你才受的伤，这还误伤？够你个头啊！哎呦，如果靠你来救我，老娘早就被抓走了。可是我们家宝贝厉害呀，你呀，少在这儿丢人。宝贝哪吒呀，最聪明了。你想一想，刚才啊，我们把他们给打跑了，你说他们会不会再回来呀？他们还敢回来，那我们就先下手为强。为强？对，先下手为强。刚才他们不是说我们只要拿混天绫在水里稍稍晃动一下，他们的龙宫就会剧烈摇晃吗？那我就让他们摇个够。这个办法好。这回要让他们知道我们的厉害。怎么又地震了？是啊，而且好像比上一次还要严重呢。不会是那个哪吒在作怪吧？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我们也不知道啊。那个臭小子，一个圈，圆圈？什么圆圈？一定是铁棍圈。竟敢如此放肆！要是我受了伤，我现在就去杀了他们。哎，仙儿，难道你忘了，如果有三太子在，可是让你亲自出马。可是人家不知道三太子愿不愿意帮我们。谁说的？我当然愿意帮了。我不但能帮你报仇，我还能医好你的伤。你有办法？我们龙族有一瓶琼浆玉液，不管是多重的伤
只要喝上一口就能马上痊愈，而且不但你的伤能治好，还能增强你的功力。真的？三太子，那你快将那琼浆玉液拿给仙儿喝呀。可是这个琼浆玉液只有我们龙族的人才可以喝，所以你必须答应嫁给我，做了妻子才行。哎呀，这有什么问题嘛？三太子，只要你答应替我们仙儿报仇，将那臭小子抓来，然后再替仙儿疗伤，仙儿啊，一定会以身相许，报答公子你的恩情的。好，那我现在就去把那个臭小子给抓回来。来啊，在，你们跟我走。走走走。石矶，你怎么能这么说？如果我不这样说的话，那龙三太子会出手帮你吗？可是我又不想跟他。哎，其实啊，你不想嫁给龙三太子，办法很简单。你听好了，我们现在呢，就趁着所有人都不在的时候，翻遍这整个龙宫，找到他所说的琼浆玉液，你先喝下去呀，然后我们再见机行事。好，那我先去找了。击杀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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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击杀，哎，这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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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点，这边一点。好了好了，别再继续讲了，咱们还不赶快走吧。一会儿那些虾兵蟹将又会过来烦我们的。管他们来呢。对啊，刚刚明明是他们欺负我们的，我们现在找他们报仇有什么不对啊？就是，哎呀，你们再这样继续下去会出大事的。你再这么说就真的会出事的。就是他们三个，原来就是你这个手下败将啊！搬救兵来了！哎，臭小子，竟敢如此无礼！啊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谁啊？我就是龙王三太子敖丙。你知道我是谁吗？你谁啊？我就是。你连他你都不认识啊？这么火的人你都不认识啊？好，我告诉你，他就是红遍宇宙众人皆知大名鼎鼎的陈塘关李靖将军的儿子哪吒。无名小辈，受死吧你。哎呀，我看这时辰也不早了，各位，告辞！别走！站住！仙儿，我找到了这瓶，但不知道是不是啊？这个瓶子好香啊！我来闻闻，这香味不似人间俗味，应该就是龙三太子所说的琼浆玉液了。对呀，那你快喝下去吧。Yeah!
不分啊！我揍你！龙三太子，臭小子，你敢打伤我们龙三太子，咱们走着瞧。我才不怕你们呢。宝贝哪吒，你刚刚把三太子已经打出血了，闹出人命可怎么办呀？哎呀，无极，你别揉屁股了，赶紧走吧。哎呀，走，赶紧回家，仙儿，你现在感觉怎么样了？这琼浆玉液实在是厉害，如今我的内伤不仅已经痊愈了，连我的功力都增强了许多。那真是太好了，仙儿，恭喜你了。石矶啊，这都是你的功劳，谢谢。跟我这么客气干嘛呀？慢点。三太子，你怎么了？没想到这臭小子的乾坤圈这么厉害。三太子，我们继续这样下去也不是个办法，我看我们还是去禀告东海龙王吧。我父皇的。三太子，我只知道你是龙宫三太子，原来你的父王就是东海龙王啊。我父王正是东海龙王，我只不过跟他吵了一架，他便把我赶到这种地方来了。仙儿，真对不起，不但没能帮你报仇，我自己反而被这个乾坤圈给打伤了，困住了。我来帮你取下来。石矶，看来这是仙家的宝物，我们是没有办法取下来的。等我伤势痊愈，我一定再找那些家伙报仇。野昌，快去拿我的琼浆玉液来。好，说不定能震开这个乾坤圈。好。三太子，你不是说这琼浆玉液是要给仙儿喝的吗？可是现在我伤得这么重，当然是先给我疗伤才对。你还不快去。好。为什么这么做啊？因为你的琼浆玉液被我喝了。琼浆玉液被你喝了？你这个贱人。别忘了，我们的关系可比不上我和仙儿。你还记得你说过什么吗？你说只要我嫁给你，你就愿意为我做任何事。没想到你都是在骗我。我既然你无情无义，
从来不必手下留情。教训他就行了，你干嘛把他杀了呀？我不仅要杀他，我还要抽他的筋呢。完蛋了完蛋了，你可闯下大祸了。这下东海龙王怎么会善罢甘休呢？他一定会找我们俩算账的。哎呀，怎么办呢？哎呀，你放心，这笔账会算在哪吒身上。你是说，我们只要坐山观虎斗就可以了？快去！哎呀，走！哎呀呀，别看了，别往后看！哎呀，别看了！石神母，我要去找回我的乾坤圈！哎呀，不行，你都杀死人了，海涅边你不能去的！哎，走！对呀，哪吒。你说让师父和你爹知道宁在外面惹事了，不但要骂，还会连累到我的。可是乾坤圈套在龙王三太子的身上，我一定要拿回来。哎呦，那个是海里面呐，你又不是在海里生的，你会游泳吗？你都不会游泳，这万一泳三长两短的话，你可让师叔我可怎么办呢？就是啊，哪吒，你说人家龙王三太子，人家是海里生的，现在估计已经回到海底龙宫了，你说你又不是海里生的，你怎么拿回你的乾坤圈嘛？就是嘛。哎，对了，哪吒，你不是会那个什么口诀吗？你就用你的口诀把它召回来呀。哎，对呀，不行，我试过了，如果不当场收回来，除非被套的人死亡，乾坤圈才会脱离。那怎么办呢？我想乾坤圈一定被有法力的人拿走了。哎呀，好了，既然是这样子，那个东西咱们也不要了。哎，师叔母呀，给你买个新的好不好呀？哎，不行，这怎么可以算了？那是师父送给我的宝贝。哎呦，我的小祖宗，那你要怎么办嘛？怎么又是你呀？我是我们家三太子派来求和的。求和？求什么和啊？我们家三太子自知打不过你们，所以派我来把这个乾坤圈送还给你们。真的？我的小祖宗啊，你知道他是什么人吗？万一他把你怎么办？公子不用害怕，我们家三太子是诚心诚意前来求和的。不然这样吧，我呢将这个乾坤圈放在地上，你们自己来拿。嘿，哇，真的是乾坤圈！哎，我们家三太子不单单要将乾坤圈还给你们，还要再送给你们一条龙金玉带。龙金玉带？还一赠一？龙金玉带是什么东西啊？拿了你就知道了。哎呦，管它是什么东西呢，反正有人送啊，不能白不拿。哎，这什么东西啊？哎呦，哎，鳄鱼。师母，你看你这干嘛？这拴牲口才这么拴呢？那我怎么带？换别的地方带吧。你看，放腰上。哎，好像大了一点。哎，这玩意儿好像是不是男人用的？男人用的，你要它干嘛呀？对不对？你看，啊。哎，对呀，哪吒，把这个回去送给你爹，我相信啊。你爹一定会很高兴的。哎，对呀，对呀，这是我们三太子的一番心意，你们一定要收下。好，你跟你们家三太子说，我哪吒多谢他了。没问题。那谢谢了，谢谢，再见，不送了。再见，再见。
王看见他儿子尸体的时候，我看你们还高不高兴的起来。李夫人，江先生，你知不知道哪吒在哪里啊？李夫人，哪吒他不是应该在书房里读书吗？没有啊，我刚去书房看过了，他没在那儿。不可能啊，我吩咐招娣和武吉好好的看着他，不允许他随便跑出去的。难道他们没有听我的话？江先生，要是你的徒弟听你的话倒是可能，但是你的夫人，哼，那可不一定喽。相公，相公，哎呀，相公，我回来了，我回来了，哪吒，回来了，娘，哪吒，你到哪儿去了？你知不知道娘很着急啊？夫人呐，因为我的胭脂用完了，所以我本来想要自己出去买的，可是哪吒说他读书读得好辛苦啊，想要出去走一走。我一想啊，也对呀，读书做了那么长时间，这万一时间长了屁股上长了个大痔疮怎么办呢？我就带他，我们两个人一起出去逛了一逛。真的吗？我问你呢。啊，师傅，我先走了啊。给我站住！武吉，我问你呢，到底什么情况？啊？我们的确是出去逛街了。哎，相公啊，你又不是不知道胭脂这个东西啊很快就用完了，用完了当然要出去买了。武吉，你给我好好的说说，你从来都没有骗过师父，我不是叫你不要带哪吒出去吗？你们到底去哪儿了？啊，你说。好了，我说就是了。我们是去逛街了，我还看见了一条腰带，我觉得很漂亮，就把它买下来送给我爹。真的？嗯。你爹啊正为你的功课不高兴呢，现在你为他买了条腰带，那娘带你去见他，否则啊他发现你不在又要发脾气了。嗯，走。相公啊，你看那个孩子啊多孝顺呀，是不是？我回房间去了。师傅，我也先走了哈。江先生，看来你的夫人又说谎喽。喂喂，你以为我走了我听不见是不是？我告诉你，你不要破坏我和我相公之间的关系。我相公啊最相信我说的话了，我说去买胭脂他绝对相信我去买胭脂，不然我还去哪里啊？是不是？是的，你看他就这么说了。哎呦，今天逛得好累好辛苦，我要去休息休息去了。老爷，你看哪吒多乖呀，他是上街给你买东西的。你看这条龙金玉带漂亮极了，你赶快戴上看合不合适啊。这条龙金玉带
看起来非凡品啊，这到底是什么做的呀？哎呀，你管它是什么做的呢，重要的是我们哪吒的一片孝心啊。来，我帮你系上。爹，真的很好看啊。是啊爹，哪吒这次确实是买对东西了。嗯，哪吒，你这次给爹买东西，爹很高兴。但是，我听说你最近功课做的并不怎么样。爹，我已经很努力了。江先生给我布置那么多的功课，您又要让大哥、二哥教我，我这么小，怎么做得过来呢？哪吒，江先生说你是灵珠子转世，你的天赋本来就高人一筹，所以你更应该好好的学习，这样将来才能成为一个栋梁之才。嗯，我知道了。爹，您放心吧，我会把哪吒看好的。好。好了好了，老爷，孩子回来就好了嘛。你看天色都这么晚了，你还是让他先吃个饭洗个澡，早点休息吧。啊、哦、我不用洗了，我洗过了。哦，嗯，洗过了。哦，我是说我昨天洗过了。哪吒，你昨天洗过了，难道今天就不洗了吗？快去。哦，哪吒走。爹娘，孩儿告退。狐仙儿，我正是狐仙儿。你说你们是我儿的朋友，那我怎样相信你？龙王，我们确实是你儿子的好朋友，而且我们还知道是那陈塘关李靖的三儿子哪吒将你儿子打死的，所以我们才会。陈塘关的李靖对本王尊敬有加，每逢春秋二季都会将生米投入海中，让本王享用。本王相信，李靖绝对不会做出这种事情。照你们所说，李靖的三儿子小小年纪，如何能杀得了我的爱子？可是，三太子确实是被哪吒的两个宝物乾坤圈和混天绫所杀呀。是啊，是啊，不仅如此呢。而且他还抽了三太子的龙筋，说要拿回去送他爹呀、啊。这敖丙一向浪荡成性，喜欢交些猪朋狗友。本王怎么知道，他是不是被你们二人所杀？
晓风残月，思念醒了一半，晨钟醉落月，书起催黄鸟，而花前书儿你还未还。三月烟花，只剩远影孤帆，竹帛飘淡，大雁独自来返，柳絮不定，桃花落了弯弯，琴声叹气，雨落长安。长夜漫漫，细雨漫过河岸，谁的青丝琴声日夜回弹，中流水再不动，只想陪你再游一回江南。长夜漫漫，寂寞雨落长安，谁的青丝只想被风吹。谁来书信和我说洛阳牡丹？